实在就是 SUM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长旭汽车，我是小璇。今天要介绍的是这台2017年的 Honda HR-V， 新车价是 78.9 万，本店售价是 58.8 万。我们来看一下外观的部分，它搭载的是17寸铝圈，然后这个轮胎是马牌的。外观的部分，它这边还有一个涡门解锁，免钥匙启动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后行李箱的空间，我们来看一下行李箱的空间，这边有64分离椅背，然后我们要出游的时候要放24寸的行李箱都还放得下，然后折叠脚踏车。然后你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高度，女生的话要开关，这个高度都刚刚好，不会很费力。我们来看一下引擎室的部分，这颗引擎它是搭载 1.8 升的自然进气引擎，然后变速箱的部分它是7速 CVT 自排变速箱。我们来看一下内装的部分，它这边有一个萤幕，有导航，还有倒车显影，然后它的冷气非常有科技感，它冷气开关都是触控式的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免钥匙启动钮，然后它还有一个电子手刹车跟 Auto Hold。我们来看一下方向盘的部分，它这边有一个换挡拨片，还有定速巡航。现在的里程数是139,999公里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它这边有一个循迹防滑跟胎压侦测系统，还有一个倒车雷达。这边它还有一个电动收折后视镜，只要按一下它就会自己收起来。我们来看一下后座的部分，它这边有两个 ISOFIX， 然后中间这边还有一个2.4安全带，然后它三个头枕都可以做调整，然后它后面的空间可以这样子运用，就是两张椅背都可以往上掀，要放电器或是一些高的物品都很好放。我的身高是176公分，然后我现在坐进来调整到最舒服的坐姿，还有两个拳头宽。我们是嘉义县长旭汽车，这台车是2017年的 Honda HR-V， 本店售价是 58.8 万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实在就是 SUM。